昨天上来武林农场的，那我们的那个决定的时候呢，是想说，哎，这时候大概一月底二月初嘛，就正好有梅花跟樱花。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雨中集锦，那在樱花林上面，樱花林中我们就想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晚餐。目前农场的樱花除了山樱花绽放以外，旁边的红粉佳人在南谷的部分也有一些些的开放的。武林农场地域广大，包含600公顷。樱花的部分接力绽放，由南谷南方一直朝北方2100公尺陆续绽放。